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工程荣获了国际大奖。总面积达到143万平方米的大兴机场航站楼，日前获得由国际桥梁与结构工厂协会颁发的杰出结构奖，成为中国第四项荣获这个奖项的建筑工程。我们很荣幸地拿到了这项国际权威的结构工程大奖。在这个世界上单体最大的航站楼里，我们实现了超大空间的结构工程设计与施工重大突破，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同时，也兼具了美观性和实用性，成为大家旅游打卡的圣地。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建设、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设计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建筑造型独特，完美的结合了建筑美学和结构力学。机场里头设有航站楼、综合换乘中心、停车楼、综合服务楼等主要建筑结构。大兴机场航站楼在2016年开始建造，2019年9月25号正式投入运作。